下雨天，两个蠢蛋跑来钓鱼。哎，多笑！有点冷呢，那有狗哎。一下推呢，怎么办？赶不走啊？哎，不用赶就走了。好多狗哦，然后要跟狗抢地盘呢，每次都跟狗抢地盘。哦，可是超左的，你这个钓到我输你。我看看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流很快哎，真的是两个神经病。谁救的？你呀、啊。哦、是你自己放假放今天的哎、欸，放假只是我们都放假了。这是选那个什么天气放假，真的是。哦，加盛红。是谁要来的？这就先跟美丽啊。哦，很冷呢、欸，超冷的哎、欸，这个会咬吗？哦。绝对很难啊，对啊，应该很难啊。我觉得根本上是不可能钓到鱼的。对，哦，你看那个草，丢出去就一大堆草，下面杂物很多啊。好，回家睡觉，走吧。真的，哦，好冷哦，都是草呢。弄超啊，我跑得很慢啊。哦，对啊，拉没几下就勾到草了。中了，真词，居然钓得到哎、欸，很浊，你看这个水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水，这样子哎、欸，这么浊呢、欸，啊，居然咬鱼，真的是哦、喔，而且我 VIP 只有一勾呢、欸。真的啦，只有一个钩子啊，我拿给你看。你自己看，只有一个钩子啊，有没有？只有一个钩子而已啊，真的啦。还咬得到啊！拜拜。哎呀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知道我的厉害了、哦，哇哈哈哈哈！第三发中乌龟鱼，这种水这种天气你看看，哈哈，太有趣了，我继续搞看看有没有第二只啊，歪了歪了歪了，勾到东西边边这里啦，好好玩哦，出乎意料哎、欸，真的是哦，好冷！哎、欸，靠腰掉了啊！不是勾到草，大海没差，反正我们在桥下。什么东西？泼到水啊、哦？没差啦，这就是钓鱼人的精神。怎么可以下课？没有下课这种事啊！啊！哦，干干水草啊！
很多，超多草，非常多，每一杆都是。下去马上就勾到草了，鬼乖嘞！你来看，这真正鬼乖。各位，现在雨比较小一点哦，我换了一只这个金色的 VIP， 好了，前面这边丢丢看，这边应该比较有机会，我觉得啦，试试看。哇，赶快嘛是搞到物件。这边一样是水草哎，感觉都一样，到哪里都是水草。哦，丢前面好了，站在这里往前丢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好像没什么差，一样是草。啊，算了。折回去，中了，正吃哦，正吃哦，果然桥下这边比较会咬哎，第二只正吃。你们知道吗？在我今天还没开始钓鱼之前呢、啊，我看到这个水，我觉得应该是会一直扒到鱼，扒连连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居然一只都没扒到。嗯？那怎么刚讲完好像就扒到了？等一下，刚讲完呢。哎呦，无锅鱼啊！靠！我才刚讲说今天应该扒连连。结果就拔到了，靠，还是不要乱讲好了。喂、欸，阿伟，是什么？看到了，他怎么跑去你那里了？什么东西？蒲公鱼是吗？哪里？哎、欸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哎、欸，它、欸、怎么会出现？出成这样？是吗？是吗？没有，没有扒到屁股啦。这是什么？无锅鱼哎、欸！中了！什么？无锅鱼吗？又中了，真的一直扒到哎、欸，嗨，过来，麦克拔掉，拜托。哦，鲤鱼，在那里看到。鲤鱼，鲤鱼，
应该是无锅鱼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吗？很像驱妖呢。哎、欸，驱妖啦！塞羊达成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，要准备结束哦，因为风越来越大了，天色越来越黑了，那个云呢又飘过来了，等一下再不跑会成为落汤鸡啊！啊，那只驱妖真的是很帅，非常帅，太帅了！第一次在这边呢，这边呢，那个汉西啊，这是汉西呢，钓到驱妖，太神奇了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下次见，拜。